天我们来探店这间九龙海鲜饭馆。肉末、龙井豆腐、素子排骨、黄酒鸡汤、XO 烧肉炒菜、福晋鲫鱼。现在来到这间庙，它是在日德拉，我是今天来拜这个鲁四爷。再来拜四面佛。探店这间 WG Cafe。 今天我们就来这个古街不干净那走走，这个是古旧的招牌。老板喝醉了，租了个门面，不知道要干点啥。走到一半，天黑黑要下雨了，下次再来吧。我们来探店这间娘惹咖喱的餐厅，走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准备好一个沙包，把煮好的咖喱放入，开火。这个马鲛鱼呢是新鲜的，今天刚钓回来的。首先把马鲛鱼放入，再下番茄，最后加入羊角豆。这样就完成了。这个咖喱可以直接吃了，味道十足。马来西亚娘惹咖喱秘方：先起锅烧油，下来倒入已经准备好的蒜头和大葱。这一个咖喱特别就在没有放椰浆。下来倒入准备好的黄姜跟姜，搅拌均匀，不要一直放着会烧焦。辣椒加入里面，三个步骤就完成了。谢谢老板啊，拜拜拜拜。Tomorrow 继续回来走这个古街。Hello. Hello. 那个走到一半，突然间跑去喝咖啡。探店这个是大馆的喇沙，他搬过来这边前面了。这是爱玉冰，这是珍刀鱼。这是冷马的喇沙，的喇沙，这上面是海沟。这个是肉渣，这个是杂果冰。然后这边是开斋节的夜市，去看有卖什么吃的。ini dua apa tak sama sama mi?
一个盆煮一只鸡。来探店这间在路边的美食摊，就是这间沙哈巴在日德拉。配上这个三白酱，主料。探店这间饭店，它是吃竹草的，它叫再发，再发，吃了会发财的。店再发饭店，炒喇喇，炒杂菜，咸蛋虾菇，秘制鸡肉，炸乌贼，民国吹的鱼。